弯山，今天有天了，一万米，土豆丝、韭菜、娃娃菜、黄豆芽、小米辣、五花儿，加油土豆丝。回不来了。肉也有了，菜也有了，那有多少？五花肉。那五花肉多少？嗯，下班了，没，那咱吃面条了。炒啥？炒油面。没有，没有面。没有面了。就炒面。那搞这个炒面。嗯，你看啊，嗯，大菜是大锅吃，对，哦，对，炒了炒饼，这菜挺香。切了一个小米辣，外边有点辣。还有点五花肉，有点肉香。这菜不赖。
菜吃光了，米还没吃。下酒去也不累，还白来了。院子菜炒好了，花椒，他吃的就是说吓了一跳，刚以为啥，哪有大药，你看这是啥，喝白片儿啊，多别说喝呀，这家伙不这个多量不好喝。啊，可不来了，这菜都吃光了，真好。哦，走个外边。Thank you.